家好，我是小虾米。不知道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是学生党呢，还是社会人居多呢？我们啊，自然是一个饱经风霜的社会人呐、这两周全国各地到处跑，腰酸背疼，未来还要主持节目啊，社畜的悲哀呀。好在每周一呢，有比村老师的奶治愈我疲惫的身心，所以今天咱们开箱的就是这个啦，周一的丰满症的河北奖。这次我们也是直接吃线拿下的，还带有一个酒吧的小场景，570多，1:7，是一个很有性价比呢。最近 GSC 这种产品啊，还真的是定价不高。来，一起元气满满的开始今天的节目了。盒子呢并不大，前面的透明窗可以直接看到全部的主体和配件，还有河北奖这个名字啦。侧面就是手办的一些照片，看一下还是蛮刀尖的。背面呢就是一些数据和替换娘的照片，感觉整个盒子呢都是动画一定那种粉白蓝，非常少女的感觉啦。那我现在拆了大名鼎鼎的比村乳液，还有插画。哎呀，不能太猥琐，被化学虫感染了怎么办？里面还有一个，哎呦，说明书，可以看一下，并没有什么卵用。大沙发，中空的，还有我们的河北奖，这个小表情看一下，是不是？还有这个胸部，先做好，还有一个半身像的一个替换件，惊讶的小表情，放在这，不要放在这，好惊悚。一双鞋子，高跟鞋。好，它这个鞋子是分左右的，像花叔叔这种钢铁直男肯定是看不出来。你也没有，你就看不出来。这个鞋哦，这边可以挂在脚上面。红酒。酒杯放进去，这个应该就是埋在胸上的一个小零件了，先摆在上面。以上就是河北奖所有的小配件啦。这个场景摆起来之后，还真的是有点酒桌上的味道。河北奖这个醉酒之后衍生迷的感觉，来对比一下就会发现是不是诱惑度满分啊。这个配件也不能说配件了，小发夹我们这边有点脱胶，稍后再把它粘起来。哎呀，这个河北奖的腿，我抱啊，先摸摸围巾啦。说到周一的丰满呢，就不得不提一下他的作者比村老师。相信大部分人认识他都是从他的魔性之潮系列开始的。不过比村老师啊，可是从2004年就开始绘制同人作品啦，这里就不多赘述。魔性之潮这一个由蓝色主题的色调，不是R18，胜似R18的画集，一推出啊就立马成了爆款，引来后续无数人的效仿。在风格成功呢被大家接受之后，比村老师又在推特上连载了我们今天的主角月曜日的塔娃娃。为了给上班的社畜们一动力啊，每周一早上来一杯早餐奶，无论是小爱前发奖还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后辈奖，都和社会人有着各种各样的关系。在这物欲横流的社会，人心冷漠无情，只有这奶子啊还有些许温度，比村老师还真的是关心我们苦逼的上班族呀。说回手办，作为周一的丰满中人气颇高的后辈奖，设定啊是一个刚刚踏入社会的新人，关心前辈却又迷迷糊糊。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一张的他，哇，到底是多大才会压得动键盘呀？有点可怕。和原画对比，手办的还原度呢还是蛮强的，从角度看几乎一毛一样，就是换到别的角度嘛，有点滑稽点的感觉。胸部自然是手办的主角啦，啊。是什么蒙蔽了我的双眼？往深里看还能看到黑色的吊带，卷到后面还可以明显的看到内衣的轮廓。会玩的，深得比村老师真传。细节方面，这只手办的手呢是我认为做的蛮虚的一点，不但每个手指外形都还原得非常真实，
这郊游的涂装也是细节满满，没有意思，点个赞啦。这一身户外装呢还是有点诱人的，尤其是这短裙，往里看，不错不错，有裙子遮住的胖子才有看一下的价值嘛。下面呢就是这两条大长腿了，被这薄薄肉丝套住的大长腿摸起来手感超棒的。据我这里呢并没有刻画出每个脚趾，不过倒是翘着的大脚趾用来勾住高跟鞋，想把鞋子穿进去啦是不可能的，脚比鞋子大太多了。哦对了，还有另一个替换的身体没有说，本来呢我以为这两只只有面部的表情不一样，想着为什么不直接做个替换头算了。事实证明替换身体呢还是有说法的，从侧面看一下，因为这个惊讶的表情呢是看到胸部撒到了葡萄酒，所以脖子呢肯定是要向后一点的。接着点个赞，可以用这个表情这么玩是不是很有趣呢？说完本体，再来看看这一套小场景。从原画和动画中可以看出是在居酒屋，只是在这有限的场景上看起来有种酒吧的感觉。酒局上醉酒的 OL 完全放松的把一只鞋拖在地上，另一只鞋呢挂在脚趾上，美艳如丝，拿着酒杯，酒杯里和胸部这里啊有两个超级小的条件，意在还原酒杯中的液体和乳鸽里汲取的葡萄酒，不过总觉得还原度不是特别理想，尤其是酒杯中的这个，为什么不直接做一个带酒的杯子呢？还有一点，这个小件呢真的是超级容易丢，想入手的朋友呢需要多多注意了。桌子和沙发呢并没有太多好说的，从沙发上的这个手压痕迹啊就可以看出细节真的是很不错。葡萄酒瓶上的标签有些说法，第一行 Kimura Ryūryō 是比村老师的社团比村乳液，可以看到下面这个胸部的形状。我就来葡萄酒配上 CCN 最爱的奶子啊，是老师独创的奶布品牌。 Vieille Vigne 是一种法国葡萄酒属于。 Zongzine Jouchi Suren Pingzisia Okanzen Putong Danxishan Jou de Uaishi Kiyikan Shuyongshin。 我哥娘说的对，总结一下，这只呢是 CCN 最近难得低价高质量的手办，虽然腿长带场景，但是并不占用太多空间。这沙发还可以和 Alpha Max 那一套雷女主来联动一部，还是非常值得收藏的。这次评测之后，小伙伴们是不是觉得这只手办物超所值呢？金一 C 啊，就是偶尔会给我们带来这种惊喜呢。翻译翻译，什么叫惊喜？我去，这质量只要570，有胸有腿还有脚，你不是吧？哇，大哥，原来这么是惊喜啊！别说了，开冲！当然了，除了这只，我倒是更期待 Max Factory 那只啊。这动作的矮将，大胸 JK， 你们喜欢不？只不过一再延期，不知道今年几月才能见到了。同学们想不想看呢？到时候可以让花素素假公济私一波哈。那么这一期的吃瞎看胸就到这里啦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点赞、投币、收藏三连支持一下。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我觉得这只手办巫妖，巫妖，巫妖王之路。那么这一期的瞎胸，瞎胸怎么瞎胸？那么这一期的虾兄看胸虾吃虾，我错了。